林有有，我不能没有我老婆。你签个字吧，谢谢。这个牌子创可贴最好了，我儿子还特别喜欢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。如果你老婆知道的话，会原谅你吗？离我们家越远越好。徐太太，到底想干嘛？你离婚，就在咱俩的楼下，偷情都偷到眼皮子底下，我觉得恶心。 让我活得像个傻子。本周日晚间8点，《三十而已》就在 TVBS 42频道。